王伯杰都是习惯把秒数用到剩下四秒跟五秒。再度考验一下三垒手，区前接到之后一个弹跳，郭富林补救了回来。两个人的手背都很精彩，这球当然不好处理啊。杜佳敏捞到之后的这个传球，如果我觉得要传慢投的话，可以再传的前面一点点。